大家好，我是廖瑞英，欢迎大家来到空中大讲堂。今天我要为各位介绍的内容是白居易对他的作品怎样分类、诗作流传的情形，以及他如何的看待别人对他的批评。因为这些事情都是他还在人世的时候就已经发生的事了。白居易第一次编辑诗作是在唐宪宗元和十年。 他被贬为江州司马的时候，他把已经创作大概是八百首的诗歌，按照不同的类别编次成奉喻、闲事》、《感伤、杂律等四类，一共有十五卷。当白居易编辑完成了之后，他还很幽默地写了一首诗，开玩笑的送给他的好朋友元稹和李绅，说：“我所写的《长恨歌》别有一番的情怀。” 而十首的《秦中吟》也接近《诗经》纯正乐声的标准，常被元稹偷学了我诗歌的格式和规则。就是身材矮小的李绅呢，也时常自叹他的作品不如我的高雅。世上的富贵是人人所羡慕的，但我的命中却没有这样子的福分。看来只有身后的文明还可以自我安慰了。 不要怪我的口气粗鲁夸大，因为我才刚编好了十五卷的诗作呢。白居易的名作有很多，其中《长恨歌》这一首诗，向来是被认为是他的压箱杰作。诗里运用了汉武帝宠爱李夫人的历史典故，融合在感性的艺术当中，用富有层次韵味的书写笔法，描写天生丽质的杨贵妃。 自从被选入宫中，陪侍在君王身边的那一刻起，只要她轻轻的一笑，转动那明亮的双眼，那说不出的娇媚模样，就让后宫众多的嫔妃们全部都黯然地失去了光彩。从此之后，只有她一个人独得君王的宠爱，日日夜夜和君王在温暖的芙蓉帐里面度过欢乐的时光。 君王为了他不上朝处理朝政，终于引发了安史之乱。好端端的京城，突然间弥漫了战火。军队护送着唐玄宗向西南方去避难。半路上，军队要求赐时杨贵妃以谢天下。君王虽然仓促的逃到了四川。 但是每一个早晨或者是夜晚，都让君王对他思念的难以成眠。虽然找来了道士，上天下地四处的寻找贵妃的魂魄，最后在东海的仙山上找到了神情寂寞、像梨花带泪的杨太真。 他说出了当年的七夕，在夜深人静的长生殿上，和君王共同许下了“在天愿作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”的誓言。诗歌最后在“天长地久有时尽，此恨绵绵无绝期”就突然停止了，余音袅袅，令人回味无穷。这一首凄美的爱情故事诗。 在当时候广为流传，对后代许多的文学作品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包括《唐人传奇·长恨歌传》、元朝白朴的《梧桐雨》杂剧、清朝洪升的《长生殿》，甚至影响到了日本平安时代指示部的《源氏物语》。白居易还另外有一首名作，叫做《琵琶行》。 诗中对于琵琶女高超的弹奏技巧跟琵琶的声调有动人心弦的描写，例如从大弦嘈嘈如急雨，小弦切切如私语，嘈嘈切切错杂弹，大珠小珠落玉盘，一直到曲终收拨当心画，四弦一声如裂帛为止。这一段对声音的摹写最被后人称赞。 《长恨歌》和《琵琶行》这两首诗，都是当时甚至是后人所珍爱看重的，但是白居易却认为这些诗并不是他所重视的作品。为什么白居易会这么说呢？这是因为他当时重视的是可以兼济天下的讽喻诗，以及能够让他独善其身的闲适诗的缘故。 白居易第二次整理诗集是在杭州刺史的任内，将要离开的时候，元稹收集了他的全部诗作，编成了《白氏长庆集》五十卷，总计有两千多首的诗，并且亲自帮他作序。但是之后，白居易又多次的增订了自己的作品集，陆续编成了后集、续后集，还多次的加以抄写。 分别储藏在庐山、洛阳、苏州等地。唐代文人的作品集里面保存的最完整的，大概就是白居易自编的文集了。白居易的诗通俗有趣，容易被大众所了解。《冷在夜话》里面就记载了一则老妪都解的故事，说白居易每做完一首诗，就问不识字的老妇人说：“你了不了解诗里面的内容？” 如果回答是了解，白居易就把它记下来；如果回答是不了解，就把一些文具再加以更换。这个故事虽然有一点夸张，不一定可信，但白居易诗歌的特色确实是平易近人，容易读懂。我国文坛上大多数的诗人是死了之后才受到世人尊崇的，但是白居易与众不同。 当他还活着的时候，他的作品就已经享有盛名了。就连当年他参加科举考试所做的复判文章，都被考试单位向礼部或者是吏部作为标准的范本，成为当时读书人争相传送模拟的对象。甚至连长安的歌妓啊，也都以能吟唱《长恨歌》而声名响亮，提高了身价。 白居易他还说，他亲眼看到从长安到江西三四千里的路上，所有的乡校、佛寺、旅舍之中，常常题写了他的诗作；士大夫或者是平民、僧侣、寡妇、少女，他们的口中也时常吟咏他的诗歌。白居易的诗作不仅在国内的各地各阶层来流传，也流传到了吉林。 西林就是现在的韩国庆州，还有日本等等地方，可以说是唐代的诗人当中诗歌作品流传的最广、最远的诗人了。白居虽然因为诗而享有盛名，可是也因为写诗而招来了被后人毁谤的灾难。这就像是他自己所说的：“知道我的或怪罪我的，都是因为我诗篇的缘故。” 了解我的称赞我是诗仙，不了解我的把我当作是诗魔。他和元稹写了许多仕恨左欢的杂律诗，当时被称为元和体诗，曾经风靡了整个诗坛，引发了众人的模仿，但是遭到了李堪严厉的指责說，说我非常痛恨自从元和年间以来，有元稹和白居易这一类的诗人。 他们写一些细巧艳丽的诗，这不是庄重高雅的君子人所应该做的事。他们那些诗作被写在屏风墙壁之间，或者是在父母子女的口中来传播，这会在民间产生强大的破坏作用。那些淫秽猥亵的言辞，就好像寒冷的冬天或者是炎热的夏天侵入人的肌肤，不可去除一样。 只可惜我没有高一点的权利或者是地位，无法用法令去制裁他们。这一段话对元稹和白居易的批判可以说是非常的尖锐、严厉的。空中大讲堂，我们下回见。各位同学。 从前面单元的介绍，我们已经对白居易诗集的分类、编转过程以及作品的流传情形有所了解。接下来的第十二讲次就要聚焦在他所倡导的新乐府运动。以下我将分别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做说明：第一，新乐府和古乐府的差别；第二，白居易新乐府的理论；第三，白居易新乐府的内容。 乐府在汉代的时候是可以配合着音乐演奏、可以歌唱的诗歌，但是到了后代，声调乐章已经亡失不见了。新乐府是唐代人用新的诗题，没有现成的歌曲可以配合着唱，只能够吟诵的诗歌。作品的内容侧重在社会的写实，以反映问题为主。 这类唐代的新歌可以上推至杜甫，就当时候的感触，任凭自己的意思立下诗题，自由书写出怜悯国家的灾难、关怀百姓生活穷苦的诗篇，例如像《兵车行》《三吏》《三别》等等，这些表现民间疾苦的作品。 这类所谓的“源氏而发，即事名篇，无父以傍”的诗歌，是汉代乐府诗的嫡传。它继承了《诗经》，借由诗歌可以看到当地的风俗，知道诗政的成效或者是缺失，提供给朝廷改正的实际效用。 这当然是比起一般只是陶冶性情、风花雪月的诗篇，或者是虽然能够配合着乐曲演唱，却只是模拟字句、歌功颂德的作品，更具有积极的意义跟价值。乐府的演变是到了唐代的新乐府而达到巅峰状态的。唐代的新乐府运动由李绅首先开端。 他送给了元稹《乐府新题》二十首，里面的内容都是有很深刻的感受，不是随意写写。元稹就取了当中指责最急切的弊病，唱和了十二首。而白居易在看过他们两个人的作品之后，又增加创作成了五十首的组诗，正式标举出新乐府的名称。 这些作品，就是连平常自认诗歌也写得不错的李绅，也不得不称赞佩服。原白新乐府在我国的文学史上有两个特殊的意义：第一，是他们秉持的政治改革的热情，为了达到下情上达的积极目的而自觉性的创作；第二。 是他们既提出了完整周延的诗歌讽喻理论，而且又和作品密切的配合，使新乐府作品诗的发展达到了全盛的境界。白居易为什么要在唐代流行的绝句、律诗、排律等近体诗之外，还要创作新乐府诗呢？因为他感慨，自从周朝衰败以来。 朝廷再也没有采诗官的设置了，天子无法借着采来的诗歌补救政事的缺失，老百姓也不能够透过诗歌来宣泄疏导他们的感情，结果就造成了谄媚阿谀的风气盛行，像《诗经》那样褒贬寄托的精神也消失不见，所以他想要振兴诗教的精神。 希望能够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份，用创作来提出对社会民生正面的关怀。他主张，文章应该要针对社会的问题而写，诗歌应该要为某件事实而创作。他对南朝梁城以来的文士们，都只是写一些风花雪月、淫靡颓废的诗风，深表不满。 立志要重振诗歌的讽刺作用，所以他因译命题写作了一百五十首的讽刺诗，希望能够达到每篇的内容充实而不空虚，每个字句都竭尽规劝的道理，发挥告诫的功效。歌词的意蕴情感比多愁善感的文人还要来的沉痛，不特别讲究诗歌的音乐韵律。 也不专门去追求文字的奇特，只希望能够把人民的痛苦歌唱出来，让君王知道。我们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知道，白居易之所以要创作新乐府诗，既是要扩大他的政治职责，而要落实他的讽喻诗歌理论，应该也是原因之一吧。白居易对他的新乐府诗是非常重视的。 他在《新乐府诗序》里面，从写作的目的、内容、形式、手法等等，都详细的说。我的新乐府诗一共有九千两百五十二个字，分成五十首作品，每一篇没有固定的文句，每一句也没有一定的字数，注重的是作品的情感表达，而不在意文章的字句长短或者是齐整。 作品开头的第一句就是题目，结尾的最后一句是显示作品的主旨。这也就是《诗经》三百篇的义理。新乐府诗的词语朴实平易而大众化，希望看到诗的人能够容易明白，直接抒发问题，主要是要让事件清楚确切。希望听过诗的人都能够深思反省，加以警惕。 我所揭发的问题都是事实而有根据的，这是要让采集诗歌的人能够把这些问题转告给有关的官员。诗歌的文字流畅顺意，是希望能够结合音乐性，让它可以传播在乐章歌曲里面。总而言之呢，新乐府诗是为了国君、为了臣民、为了事物而写作的，不是纯粹为了写文章。 无病呻吟才写的。新乐府诗的内容有许多是讽刺君王权贵，或者是批判社会的黑暗不公，还有一些是为地位低下的宫女打抱不平的作品。在我国传统的父系社会里，妇女的身份地位起伏变化很大，尤其是在宫中，不论是贵为后妃，或者是宫人使唤的宫女。 即使是暂时的得宠，地位稍微的提高，但是还是得兢兢业业，随时看君王的脸色。如果万一触怒了君王，不但会被突然的打入冷宫，甚至连生命的安全也无法获得保障。所以他们的境遇是心酸悲苦的。而自从唐玄宗天宝五年，杨贵妃集三千宠爱于一身之后， 六宫里面有美色的女子，就都被送到其他的宫殿里去了。上阳宫就是其中之一。白居易五十首的新乐府诗里面有一首叫做《上阳白发人》，这首新乐府诗讲到上阳宫里面的女子原本是平民人家的子女。 他是在青春年华的十六岁，被专门为君王挑选美女入宫的花鸟使相中而被选进宫里面去的。当时候，同时被选进宫里面来的有一百多人，但是现在已经凋零到只剩下他一个人而已。可是入了宫之后，连君王的面都还没有见到，就遭到了杨贵妃的嫉妒，被偷偷的送进这一座的冷宫。 到现在都已经是头发银白、六十岁的老宫女了。想要出宫去，门儿都没有，因为宫门的外面有穿着绿衣的太监严密把守着。她被幽禁在这一座的深宫里面，已经长达四十多年的岁月。她的青春和幸福就葬送在这里。她是如今存留在宫女当中年纪最大的那一个。 而她的一生青春换来的，只是君王远从长安颁授一个女尚书的虚名。这样子的一个际遇，真的是令人哭笑不得。而这个老宫女竟然还穿着玄宗天宝末年流行的尖头小鞋、短窄衣裳，画上绿色细长眉毛的装扮。如今宫外最潮的装扮，早就已经变成了广袖宽衣。 画短眉了，而他这一般退流行的古老装扮，难怪是外人不见见音笑。那是一种凄凉酸苦的心情。这些被禁闭在上阳宫里，白发宫女的遭遇已经是够令人哀伤不舍的了。但是被幽禁在冷宫别院，还比不上被发配去看守君王陵寝的痛苦恐怖。 林元雀这一首新乐府诗叙说的就是这种悲惨女子的命运。她当年也是一个青春貌美的良民女子，被强行送入宫中，她又忍受着和亲人离别的痛苦。一旦得罪了君王，或者是遭到了嫉妒，就被发配到已经死去君王的陵墓去看守陵寝，同样的像囚犯一般。 在那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度过余生，他还要承受来自坟墓四周阴森恐怖的气氛。这对一个弱女子来说，是一个极度残酷的精神折磨。白居易的新乐府诗，虽然大多数都是讽刺君王权贵，或者是批判社会黑暗不公的作品。 但是对于值得称赞的人或者是事，他也会加以褒扬赞美。例如像七德五这一首诗，全篇赞美唐太宗从十八岁起兵到三十五岁治太平的历史，指出他之所以能够成功神速的关键，在于他对臣民都能够推心置腹，以心感人，所以人心都归附于他。 例如，在贞观初年，他下诏将战争阵亡的将士的骸骨沉静地加以祭拜、掩埋。后来天下发生了饥荒，人民饥饿到必须要卖掉儿女才能够过活。太宗下令从君王的府库里面拿出钱来赎回，送回他们到父母的身边。可见太宗对于困苦穷民的关爱。魏征生了重病。 临终的时候，来到了君王的梦中，和他诀别。唐太宗醒过来，哀泣良辰去世，亲自为他写碑文。而贤臣张公瑾死的时候，唐太宗也不顾忌讳，为他高声哀哭，可见君臣之间情谊的深厚。太宗还怜悯被幽禁在深宫的女子，所以放出了三千名的宫女出宫。 让他们可以自由的婚配，而那些犯罪的死刑囚犯，唐太宗感动他们能够在期限内守信回来监狱接受刑罚，所以就下令赦免了他们。当功臣李基得了猛暴性的疾病，医生说必须要有龙的胡须才能够救治，唐太宗听了二话不说。 自己剪下了胡须，烧成了灰给李基服用。堂堂的一国之尊，愿意降低高高在上的身份，自己损伤身体皮肤为臣子治病，难怪李基要感动得叩头拜谢。再看看贞观十九年唐太宗讨伐高丽的时候，大将军李斯摩被敌人的弓箭射中，唐太宗就亲自用嘴巴。 吸出毒疮里的脓血，李斯摩深深地感念唐太宗的恩德，就算是要牺牲生命，也要报效君王。白居易在诗里面所说的，都是史料上记载的事实。唐太宗从最下层的平民百姓到朝廷里的贤臣将士，他都秉持着仁厚之心，关爱之情。 这么做不但使得臣民愿意竭尽能力来报效，也因为君王的声威和德性流传远方，造成了近月远来、四海归心、教化天下的目的。在白居易的心目当中，唐太宗是一位圣明的君王，所以把《七德五这一首诗放在新乐府祖诗的第一首，符合了他诗歌创作的主旨。 他一方面肯定了君王爱护臣民的美德，同时也赞美臣子感恩图报。另外还有一个深意是，借着歌颂唐太宗的贤明，劝导后代那些庸庸碌碌的君王以及一些包藏一心的贪官污吏，希望能够引起君臣深切反省，努力恢复像唐太宗贞观之治那样子的政绩。 为他以下各篇的赞美或者是讽刺提出了明确的政治目的，可见白居易真是用心良苦啊！来到了本讲次的尾声，课后想想这个单元，我们一起来思考白居易《长恨歌》的一些问题。我们都知道，唐玄宗因为宠爱杨贵妃。 连带的重用了杨国忠，终于导致了安史之乱的发生，唐朝因此由盛转衰。唐玄宗被后代的人指责为昏君荒淫，而杨贵妃则遭受到红颜祸水的骂名。但是他们两个人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，却是在当时候的民间广为流传。同学们想一想。 原因到底是什么呢？白居易和陈红都因为这样子，各自写下了《长恨歌》跟《长恨歌传》，题材相同，结构也相似，两者之间又有什么不同呢？陈红的《长恨歌传》它的最后一段有提到他的写作动机，他这么说：元和元年冬天的十二月啊。 白居易和陈红我以及王直夫，我们三个人一同到仙游市去游览。说到在民间已经流传很久了，唐玄宗跟杨贵妃的事情，大家听了都感慨万千。于是王直夫他就建议啦，请擅长描写感情的白居易把这一段故事写出来，免得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人所遗忘。 所以，白居易呢，他就把杨贵妃本来他是唐玄宗自己的儿子，封为寿王，礼貌妃子的史实，把它省略掉，而从杨贵妃被唐玄宗选入宫中，受到极大的宠爱开始写起，一直到一死在马嵬坡的始末，写成了《长恨歌》。 白居易在这一首歌行体的作品当中呢，并没有明确的指出他写作的主旨或者是意图是什么，但是陈红这一篇传奇题材的《长恨歌传》，那就很清楚的说，他是要警告沉迷于女色会阻塞君王的视听，混乱朝廷的祸害，他希望能够让后世有所警戒，当做一个借鉴。 所以他在白居易的《长恨歌》之后，陈红再把《长恨歌》写成了传，以流传后世。白居易的《长恨歌》情文相生，沉郁顿挫，是白居易非常得意的压箱杰作。而《长恨歌传》用史传的笔法，特别强调杨贵妃，她靠着她的美色得到君王的宠爱。 以致祸国殃民的事迹，白居易把这一首诗放在感伤类，诗末只说“天长地久有时尽，此恨绵绵无绝期”，就突然间停止了。这恨到底是在恨什么呢？是唐玄宗恨他自己无法和爱妃白头偕老，被造物者从中截断的恨？ 还是后人恨唐玄宗跟杨贵妃，只因为个人的情爱而误了国家大事呢？两篇作品都把他们两个人的浓情蜜意描述的丝丝入扣。为什么这一段男女的恋情会受到大家这么样子的瞩目呢？如果这只是平常老百姓生死不渝的爱情，或许无法成为千古的绝唱。 但是，一个富有三宫六院、成千上万嫔妃的一国之君，却单单对一个妃子有这样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，确实是难能可贵的。难怪后代的人会为他们所感动。国文二的第十二讲就到此结束，我们下回再见。